这位大哥，我甲你采访问一下哈，这是什么船啊？抓鱼，捕鱼的船。哦，啊是抓什么鱼啊？抓小光啊。啊，搁有呢？无啦，抓啊。哦，抓这种鱼啊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什么鱼啊？鱼灯。啊，鱼要在挖来，晚上差不多四五点的时候就出去了。啊，去到哪里抓？金山红港。翡翠湾。哦，翡翠湾那边。万里那边，明天再去五六点嘛。五六点嘛。一个晚上。哦，一个晚上的。对对。伊这船啊，吼，上主要是有规定讲抓什么多几种的鱼啊无？无规定啊。哦，无规定啊。就是抓遐几种的鱼啊，就对啊。有鱼啊，就甲抓起来。哦，谢谢你哈，谢谢。大哥，这是什么船啊？这是海钓船。海钓船，什么叫做海钓船？你专门你钓鱼的。哦，钓鱼啊。专门。啊，是给人起来钓鱼啊，是安那？这拢欠人起来钓。啊，这出去钓什么鱼啊？钓这摆拢钓白带鱼。白带鱼，硬尾啊啦吼，啊灰灰啦，迄种嘛有，啊赤掌啊，这种嘛得钓。哦，什么鱼？红蛤蟆嘛会使啦。安尼钓就一种诶。就一种诶。啊，伊是当时出去，当时回来。拢是要阿妈处理哦。啊，甲早时啊是吧？要阿妈差不多几点？拢四五点，五六点。只要五六点啊处理，啊，拢钓咩时啊都钓。啊，几点回来？啊，拢早时啊，光就转来。光就转来。话拢嘛，只要三四点嘛就入来啊。哦。伊就话只提卖啊。哦，伊家己提卖。哎呀。一直转的，迄是啥物物件？迄就是你头冲吸风入去，吸入去。吸到入去内底就较凉啊。哦。是安尼，是上风，伊风会走入去。哦，伊风，风外面的风。会使吸进来，船里面较凉就对了。伊迄个风会做一点是，内底再凉。安尼感谢感谢哈，感谢你，这是。好。